OK， 今天来玩三件世界，这个是老游戏了，其实应该有蛮多人玩过了。那现在有一些新活动，输入那个礼包码，输入蹦就可以得到美国巡洋舰、德国巡洋舰、圣路易斯，还会送你这一款 Amden 这一艘，他会送你这两艘。他那个涂装什么的，几乎是1:1还原真实的。然后还有几百艘，600多艘吧，我记得我看了一下，有600多艘。今天我们会用送的这两艘船去打。然后他现在就是你们加入的话，现在是有一个活动是通行证。那通行证他会送你三艘船啊，就是你打不同的东西，他会有不同的一些经验，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些战舰。你们只要去完成那个进度条的经验，他就会送你三艘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就直接去打来。基本上就是先找敌船，哎、欸，看到船了，好，像我的有效射程是 OK， 嘣，好，像这个就要预设，它5秒钟到这里，像这个是比较快的，好，像我就射这里，像这个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射到，还有点快，像这个就是没射到，这就要预测一下它的那个在哪里，嘣，嘣，完啦，嘣。哎、欸，有炸到吗？有炸到 ，OK， 有炸到，你看 ，OK， 预测，我预测还会在这里，完啦，他是不是离我有点近啊？啊，他爆炸了 ，OK， 那打这个，不知道会有这是什么东西，穿甲弹之类的，嘣，太神啦 ，OK。好，预测，有没有中？有，来差一点，高一点，有中吗？太高了，预测，中，有，就是你要预测一下它的行进速度什么的，看这个秒数 ，OK， 我怎么这边敌军那么多啊？这有没有中？好像还有点快、欸，他好像是不是有点快啊？欸、我先这射这个比较近的，这個、比较近的。我方队伍取得领先。这比较近的先打他，这比较近的先打他。你们要帮我加油啊，不然没有过17000，你们抽不到两个，只能抽一个。如果只有888的话 ，OK， 砰砰。OK， 这个爆了，哦，这个也爆了。OK， 我们就会找另外一个。所以就是你们要去预测一下。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硬核，就是这个样子。OK， 哎、欸，看到，像这个比较慢啊，我们就给他抓一个5。你在干什么？中，看到没？有没有？就是抓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就预测一下他的那个。我射一个这个中箭的，嘣 ，nice！ 这个伤害好像也没特别高哎、欸，这个中箭不知道在干嘛的。OK， 抓好位置，有中，感觉伤害应该够了吧？好，我们就是等这个炮，抓好位置，将它行进的这个方向，嘣嘣嘣，啊，爆了 ，OK。赢了，哎，伤害有没有过啊？我感觉我应该输出蛮高的吧。我旁边有显示伤害吗？13000，完啦，没过啊。我们一定要过17000啊，过17000我们才可以抽两个。好、哦、像这个就是抢旗战了，这就是抢旗战，就是另外一个模式了。哎，看到了 ，OK， 嘣嘣，哎，对，我要先切侧边，好，来，嘣，你不要跑。OK， 嘣嘣，有没有中？太远，嘣嘣，完了，他们遮蔽物好像有点多啊，是不是太远了、啊？11.4公里，可能太远了，感觉先过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有一个比较近的 ，OK， 先杀他。呜，嘣，哎、欸，有伤害。好，这时候先转侧面 ，OK， 好，来，嘣嘣嘣，有，有伤了，
嘣嘣嘣，完啦，他跑掉啦！哎，我怎么又要撞上？哎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是不是有一个在我前面？哎，有一个就在我，有一个就在我这里。完了，要跟他互轰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巴库，巴库，巴库，巴库！你在干什么？这个来，跟他互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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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转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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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车！嘣嘣嘣！这个很近的，我应该不会再失误啦。我要转侧面啦，转侧面，转侧面！嘣嘣！转侧面，转侧面！救命！这个直的不会再失误啦，直接跟他互殴！嘣嘣！侧面，侧面，侧面，侧面！嘣嘣！你还敢跟我那么近啊？哎，对不起！鱼雷朝正面接近。哎，他放鱼雷了！你还敢跟我那么近啊？完了，我怎么感觉要死了？修一下，修一下。完了，还有点痛啊！问题已解决。嘣嘣！哎呀，我的伤害！哎，这里。哎，瞄好。嘣嘣。Nice。我方队伍取得领先。OK。biu biu。有没有中 ？Z。差一点。啊，我在那边打他。好，他是慢速的嘛，我就瞄这里。Z。太高吧，太高，我打到自己队友。OK， 那我低一点，这里，嘣嘣，有没有中？有中，我还差一点伤害，我还差一点伤害，嘣嘣，完啦，太高，这里，嘣嘣。砰砰砰 ！Nice！ 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，过了就有了，过了我们就可以抽奖了。16888有没有？差一点。哎，他正面，他正面，正面，这总不会放枪了吧？砰砰！哎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哎呀，小事啊，好，我们可以抽奖了。看一下，哎，我怎么在巴库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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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在巴库？嘣嘣！来，来，最后一下是我的，最后一下是我杀的，看到没？哎呀 ，OK OK， 什么前卫？这个是实力啊！这个游戏就是比较，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计算，基本上大概是玩法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就会比较好玩。OK， 现在输入新的账号，输入那个礼包码 BON 就会送你那些有那个美国圣路易斯、德国艾姆登，游戏体验不错。有高手带的话，跟朋友一起玩的话，很不错的。DC 聊聊，报一下方位，反正也是那种合作游戏。它是真的也蛮硬核的，弹道啊，什么东西，你要什么弹射哪里啊？然后如果你是战舰的爱好者，你可以欣赏这些战舰，基本上都是史诗存在的战舰。然后它也是一款免费游戏啊，所以就很不错。因为它好像也会匹配你的等级吧，如果你的船不够高等，它匹配的也就是跟你差不多等级的人，不会说什么你进去就被高手电之类的。现在像我们今天还有潜水艇没玩到嘛，就是它有很多种战舰可以玩，它有很多装备的不同的一些点法，像我都点它推荐的那些嘛，你可以自己去点你自己的配法，就也很不错。玩家打玩家就很深了，像我刚刚去跟玩家打，我一露面我十秒就蒸发啦，狼人怒啊，对啊，这就是有高手朋友带或者什么，你是比较喜欢哈扣的，比较哈扣的游戏的话，这款是蛮不错的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有活动，就记得现在玩，然后你们就照着这些解。你看我们刚刚就解这些任务啊，就有通行证啊，通行证就会送你三艘美国的战舰，照着玩这些战役，它就会累积通行证，就会再送你三艘船。这游戏蛮好玩的，确实蛮好玩的。战舰世界玩地不错 ，OK OK， 好啦，那我们就玩到这里。